羽球世锦赛，众女将聘冠戴后成假想敌，世界球后戴资颖被视为世锦赛夺冠热门，自然也是各国女单好手的假想敌。中国、印度、日本等好手都被问及对小戴想法，里约奥运金牌西班牙马玲也称赞小戴近期状态非常好，是众所皆知世界最好的球员。马琳，她的状态非常好，外媒好奇马琳是否担心戴资颖成为未来奥运卫冕最大敌人。马琳表示，距离东京奥运仍有二年，运动员都有高低起伏，届时她会全力以赴。马琳今天世锦赛16强将面对日本女将佐藤互香。山口茜，银戴要靠耐心。山口茜身为大会第二种子，所以21:17、21:10击败德国女将德普莱兹，顺利晋级16强。被日本羽球杂志问及如何对付戴资颖，山口茜表示，她知道失误是对方罩门，若要取胜必须打得更有耐心，试图掌握主导权。奥运希望判决赛对决女单卫冕后，奥运希望今天16强将对上大马新生代好手吴锦薇，她与戴资颖签表在不同边，她希望在闯决赛与小戴正面交锋。世界球后戴资颖今天早上10:00艾尔达体育三台直播，将在16强战面对美国华裔女将张贝雯，小戴对战3胜2负稍占上风。